怎么把普通的甜品做出米其林的效果。你要选稍微硬一点的，要不在切片的时候很容易裂开。刀工不行的也可以用切片机哦。泡在柠檬水里防止氧化。再准备一些横截面好看的水果，熬一锅糖水，糖和水的比例是 1.5:1， 放入梨片，裹上一层糖浆，一定要垫上硅胶片防止粘黏。又到了发挥你想象力的时候啦，摆上水果还有可食用的花瓣，怎么好看怎么来。然后在表面再刷上一层糖浆，垫上硅胶垫稍微压一压，防止在烤的时候变得不平整。先烤20分钟，取掉硅胶垫，再烤2.5小时。刚烤出来的时候有点软，放一会儿它就变硬了。你们看，光度可以透得出来，用它来拯救一下这个失败的草莓蛋糕，是不是瞬间就高大上了起来？也可以直接吃，吃起来像脆脆的糖片。快，走给你爱的人吃吧。